等一下要吃的餐厅也就是这一间。这里以前其实是银行，银行是不是很厉害？它这个也有一些展览吧，感觉。这很像以前的柜台，有没有？一百多年前，1800多年的时候的，1800多少的时候，很漂亮哎。那现在改成你问一下他们的金库在哪？不会，就说不是。长得好好的，在这边要吃的叫西西里饭，佐贺的 B 级美食。B 级美食就是又便宜又吃得很开心，然后就很大家都会吃的，你像台湾的卤肉饭那种哦，当地的。西西里饭，西西里饭，他们会叫西西里饭，跟西西里其实没有特别的渊源，是因为它有刚好红色、白色、黄色，然后说像意大利国旗。哦，原来哦，长知识。然后就说哦，那不然叫西西饭好了。它其实用也有点类似用沙拉的方式，温沙拉粗肠西西里饭。好，兜走。在吃饭的时候会讲兜走。不会，很好啊，没有什么关系，我们是观光客啊。你刚刚多说的形象是哦，请我们吃，请你吃，然后我有，结果是你先吃，有不礼貌的，很好吃哎，来多走，让我吃，我吃。吃起来其实是那种牛肉沙拉，但是中间加了一个米的那种感觉，真的很清爽，而且这个餐厅的肉好赞，是超嫩的，感觉是烧肉是高级的那种，对对，就是有点半熟的，那个肉汁很甜。它的美乃滋是用那种我们吃日式唐扬鸡那种带蛋黄，然后有一点点酸酸的那种美乃滋，所以我觉得它就是有增加它的那种清爽度，主要调味都是在它的那个美乃滋上面，有个好吃的耶，想到了。接下来我们要进入我们的这个欧姆蛋咖喱哦，它是 omelette curry， 里面的饭不是白饭，是已经超过的炒过了，里面是干咖喱，是那种收汁的，对，有。啊，豆豆有了哦！干咖喱，它就有让那个咖喱的香味直接收到饭里面，一吃就有点像类似像牛肉炒饭的牛油香在那个饭里面。嗯，好吃哎，好吃！我的想象是它可能会像炖饭，但中间是用那种比较凉汤，牛肉加咖喱去炒，跟汤一加在一起，它的汤的味道又是另外一种咖喱，它配的蛋，但是他们的桥梁啊，觉得它好像帮你把所有东西融合在一起。这个搭配没看过，怎么那么好吃啊？这个甜甜的，吃甜甜的。不是呢，因为这个疫情呢，其实各自变都是在锁在自己的地方，对，少了这个交流，很古早味，很硬。一开始感受的是，真的是那个卡斯达酱那个奶油的部分，最后嘴巴流的是咖啡的那个香气，真的是里面没有泡，对不对？它不是湿的，它中间那个马斯卡彭起司做的更带有奶油，有点像卡斯达酱。哦，可是很神奇哦，你咬下去里面觉得哦奶味好浓好浓，最后留下来是咖啡的香，哎，就是我觉得它是很简单，但是你会觉得哦这个味道你会记住，这就是日本的提拉米苏的那种感觉。我们在这个佐贺县的富士町，富士町伏击酒，那这边是很像那个温泉街，有没有？哦，有很多温泉店。没有，这边的温泉很特别，是因为2000年的历史，2000年哦，这么久，对，哇塞，超久的。那时候被中国的皇帝发现，哎，这边有一个很好的温泉，真的。然后这里刚好这一家大和屋亚麻托亚，这里就是100多年的历史，哦，这老字号的。美人滩的10个10代美人滩之一，哇塞，好棒哦！而且这边的泡汤了，很特别，上面还铺满了一个花，花汤哦。是因为啊，我们现在是要他放的是有别的客人的，这是剪刀石头布，你的人可以打。剪刀石头布，还好他不是放木机，木机就是痛的。来来来来来，
我今天带你们去那个看一下我刚刚说的那个温泉，他们都感觉不是那种大企业化的，对，我觉得它保留了很多这种古色古香的感觉，对，小店小店的那种温泉在这里，哇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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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哦，清酒，清酒的时候的那个桶子，哦，用那个做的，哦，所以是留下来，然后继续这样做，对对对对对。哎，它真的没有味道哎，这水质感觉超爆干净哎。对，而且你看这个 view， 虽然有点半露天的概念，嗯，这个好棒，这种汤屋超赞的。你看超过我的膝盖哦，很深哎，很深哎，但是这个温度很舒服，好舒服哦，啊，好可惜，三个人同时泡居然没有。等一下，回来回来，回来回来，回来回来，啊啊啊啊！这是光光保护的。武汤温泉的特色就是它的温度不会太高，或者是38到40度左右，所以可以泡久一点。我第一次在这个木桶里面泡，哎，以前都是在那种宫斗剧。今天皇上登场，哇，好棒！而且它好滑哦，很滑，超滑。摸的还没有特别觉得这么滑，可是你手一下来，你觉得很像身体抹乳液的那种，没有，很像那个在水里玻尿酸，哎，真的很滑，哎，很滑。皮肤油过好哎，真的。玉婷来来来，这个全是摸，来来来来，摸哪里？摸哪里？看你在摸哪里。滑不滑？滑哎。真的吗？不要来回这样搓，搓搓搓，说奇怪怪的。而且它是这样。哎，你拿起来闻是还是有香味的哦。就是鲜花。反而它的温泉没有特别很浓厚的味道，可是花香很明。对，好棒耶！那是看季节，那如果你说有时候是玫瑰，对不对？对，香味整朵的，看着季节，而且从外面就是那个光会射进来，嗯，哇，那个漂亮，感觉晚上来也会别有一番风味。哇，女生一定会爱死，超级。我想说，我来到日本就要有点相扑的感觉。